紫外线过敏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治疗？怎么预防？紫外线过敏的症状主要体现在被晒部位瘙痒、潮红、肿胀、灼热、甚至头晕、恶心等。日光性皮炎和个体体质有关，体质弱、皮肤白皙、敏感的人更容易中招。在阳光下暴晒的时间越长，过敏者反应越严重，皮肤瘙痒将持续24小时至48小时，甚至更长时间。轻度紫外线过敏表现为局部皮肤经日晒后出现弥漫性的红斑，若病情严重，局部皮肤红肿后，继而发生水疱甚至大疱、疱壁紧张、疱液为淡黄色。紫外线过敏后，首先一定要冷湿敷，不要用热水，不要擅自外用的药膏，最好来医院就医。预防紫外线过敏，可在出门前半个小时适当涂抹防晒霜，过一段时间后再进行补涂。除外部防护，平时还要多吃番茄、柠檬和坚果等食物，有助于防晒和美白皮肤。而白萝卜、芹菜、香菜这些感光蔬菜容易使皮肤出现色素沉着，在阳光强烈的季节最好少吃。此外，出门打伞、戴帽子或者是穿长袖衣服也是防晒的好办法。大帽檐的遮阳帽以及颜色深的凝胶伞面是防护效果